这个分数并没有差太多，但是对，我觉得对板桑来讲，这个分数会非常重要，会非常重要。对，因为现在投一投基本上已经稳进了，是，他再拿就超过三千分了，板桑就是很需要更多的分数啊。对，现在板桑只有一百多分了。对，哦，松泉确认，能过阿比盖尔胖几乎不打完。对的，哇，这个反差盒，哇，刚刚下清角要压没有压好。对。我没关系哦，靠近脚就够了。哦，同友队往前走，带升龙打背，前锋脚，角落反伤，角落有点痛苦。阿比盖尔虽然进攻很强势，但是在角落防守的时候是比较偏弱的。对，这边一个暴逼，把哇加到了，可惜没办法接连连断，没有续好。没有续满，也不是说续满，他如果续满就打不到了。啊、对，我家中脚也是摩瓦多，可惜哦，还是被压进来。然后前面连战选择应该有点错误，他有点懊恼。刚刚他那个下中拳就是提前放手，不应该要接反转手，那接不到，他只能接阿比给我放。下中脚烧到了，也是哇，白鬼劈。好，故意前他换中啊，这石头又倒了。还在防守一直中，对，那个太早了。对，好，下停脚暴毙来了，带一个好位置。哎 ，ES 翻滚进来，负二号没办法打，没对到空。好，国球六带刺压裂空破，差一点，还差一点，加一个。可是这个解套有点不太好玩回来，因为他还没有 CA， 有 CA 就很难讲了。对。反正要是能够打到一套的话，那就很有机会。对，我加到龙，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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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来，哎哎哎，哦，要把接完，来了来了，神神来了，打，死灵头没有塞到。OK OK， 我知道您拿两个灯，来到了一比零的领先。啊，这个对板桑来讲呢，要突破这一关的话，势必得要在有进攻机会的时候要完完全全把握住，这是一定的。对，要不然没想到 Tokido 这么厉害的选手，很难找破口。对，同样来自日本的两位玩家，斩空，白鬼被点掉，反甩正一，再跳路。哦，这跳轨非常的低哦。是，那个其实好鬼打阿比给我不太好对攻的。对，这即便连 Tokido 这样子的玩家都没有办法很稳定的对攻。要真的稳，要花一颗气用伊莎真的。哦，那的确是比较不太想用，蛮不划算的。对啊，才打一百多。哇，你看这边也不行，过不去。按着按着 ，Tokido 就已经快没血了。哇，直接走进去的。好，看能不能利用 V Trigger 打一波。哇，自己进角落，阿内刚后，没关系，先暴毙。哎，哇，对对啊，这么久没有中。确认失误，应该要接中旋风的。OK， 这把就完全被拒于外面了。二 NP 往前推，以他伤拿下一个灯。哇！两边同时用一叉技，想偷袭的心态都一样哦。对，哇，这 JP 有够远，来来来，头一头觉得痛苦了哦。开始往角落推进了，不过阿比给我没有 VT 角落压制力还好了。好，反而是红鬼没有 VT 角落压制力也是很强的。是，评价非常高的角色哈。是，我目前为止啊，太早了。啊，今天其实他白鬼抓头使用频率还蛮高的。对，都做比较大胆的选择哦。对，刚刚那个位置白鬼皮是比较好一点的啦。对，觉得就是一定要挡到的哦，持续比较久。对，白鬼摔其实持续很短哦。哇，过不去 ！PVC， 好，有可能要硬爆。哦，跳路有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非常快，哎哎，好，不使用 VC 一个哦，直接这样靠近，没错。好，闪空再压一波，哦，修路，这边有 CA 怎么办？角落压制生死者，白鬼头，对，反伤来不及反应，使用 CA 哦，这都有大胆的选择哦，哇。不愧是 Murder Face Tokido， 是 Aero Fast 职业选手。刚刚真的是拼了哦，一个气焰就结束了，真的。哇！下中拳居然把刚刚的反摔打掉了哦。对，反正其实受击框很大啦，随便按一个东西都把人打掉。啊，反伤没有拼到，这样子很危险哦。也不是没拼到，可能应该以为他必须一个板的。好 ，OK。
啊，来了，漂亮，对空，漂亮，打回来，换边，对，前后折，好，拜拜 ，dash， 拜拜完之后，后面空间就偷一朵的哦，对，偷一朵很麻烦，不急不徐，晚上尝试打放波动哦，偷一朵并没有放，哇，啊，这两倍又连厉害，啊，反伤 ，leakage 还在。我要找到破口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，还有一点点机会，现在再玩一点点，他的必须的结束大概就很难了，就会非常麻烦。对，哇，没了！你看刚击中了，他自己主动拔掉掉，哎呦，差点，不行，白鬼挡住正义，加一个，来了来了来了。然后比如说 Punch， 还有一颗星，甚至折，甚至卖球，走慢，躲一个，来了，找到了板上的下方狙击，哇。好久没看到这个画面了，因为之前 Abigail 可以三段确认的关系，这个画面蛮常看到的。是，对。哦，这个啊，避免工伤嫌疑哦，这个四季春茶真的有点厉害，反伤喝了一口，还好不是大冰奶。一比一，双方战成平手。这个空气又凝结了。双方什么事都不做，往前往后，可以解摔。哇，巴西康特都没有机会来，头奖抽到，用灼热做结尾，对，这是最大伤害的做法。OK， 对，哇，这前跳不太行啊。我觉得板上的人毒真的非常厉害，真的哈、哦。对他这个预测对手行动的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厉害、哦，从以前玩桑吉尔夫就是这样子。对啊，哇，再一次白鬼。结果发现板上的白鬼对的不是我放，要来前后折了，这个折很棒，再一次用阿古跑掉了，这没办法，好，再追一个，追到，啊，速连保兵下段没有挡住掌控，还是抓在抓头用边下没有用，蓄力有吗？有，哇，掌控阻止了板上的攻势，没办法，差一点，哎，没有缺的。CHP 比较慢哦，反正这个血板可能就没做啊，应该知道 CHP 两下吸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哇，的机会，稍纵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、哦，真的，可惜了、哦。板上马上冷静起来，我 OK 的，还没有结束哦，只是拿一分而已哦，这一场还没结束。哦、对空来了来了，选择不管了，先拼一个赌命号，刷到刷到有吗？有了，韩伟的放波动身体是非常往前的，非常往前。哎，就当刚那个失误没有一样，这就是职业选手强心脏，对，真的是强心脏。但现在两边都没有资源了，啊，就是回归到原点了。对，但没有资源的时候，阿比格稍微痛苦一点，对，特别是防守的时候。所以投一投也看准了这个时机点，一次带到角落，来了来了 ，ES 哈多啊，左了。哎呦，两边都空回来呀！又是对空，不要挑战他的对空啊！再一次，这个 set 第三次了。哦，徐晃一道指令头打苍蝇，哎，蓄力破防，应该会故意不打温，生死者要来了，怎么办？垂直跳 ，Ender， 哇，逮到头一头想要速点暴虐意图哦！哇！马上开始微笑哈、哦！好，这个真的是他进入状态的这个最佳证明哈、哦。是，你看到他这个表情、猜拳都猜对，跟这个摇摇杆的动作，相较之下 ，Tokyo 这边，哎，一如往常。对，先喝口水啊，神水喝起来。好，还是要看一下对策、哦，马上。对，提醒一下自己哦，不要忘记。对，真的。其实，在对战过程中哦，这个我收到一些选手的回馈哦，他们有时候在比赛的时候比到脑子会空，脑子会空，对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对，所以纪律性的动作非常重要。对，这个手机也是有这个提醒。对对对，看笔记就是为了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忘记做某些动作。对，是。好，加一个。哇，还被擦玻璃也擦掉。好，尤其在抢三赛事里面哦，这个对策是哇。还是没办法，角落的压制，啊，骗到了，可是没有连断。哇，我的波动，来了，哇，走过去神龙，角落带摔，我这一包兵得胜了，下进角包兵来了来了，反伤的机会，指令头，哎哎，最大伤害，
打到了，没有错。篮球都会懂凹一下哦，就被猜中了。来来，猜拳大师全都猜对了。一打八是张继福赛点。先擦擦玻璃，对，非常开心哦。好，这边开场，依旧是 Tokido 掌握的优势，是，真的是一发不回啊。而且，伊达巴奇他其实面对白鬼蛇的时候，他都没有选择四四过。嗯哼。Tokido 用白鬼摔这么多次，我猜他等一下可能有可能板上会选四四。哦、这只要逮到一次是超大的伤害了，回馈很高、哦。对。好，左这边一叉掌控，一定要一叉掌控。那个阿比给我最没有办法招出这个，只是要花一颗气。现在血量。板上稍微领先，但是因为阿比给已经有 Vitri 的了，Tokido在警戒。对，哇，又跳跳，可是这个跳，这不对，这不对，很不妙。Tokido， 真的是，大海是 ES 勾九六，有没有办法换边？不行，啊，可惜可惜，不太高了。对，刚刚那个，哎呦，这台车开过来有点恐怖。Tokido， 打麦克兵，中断左抽到，但是还差一点点血。他这个血比较多哈、哦，这个中段没有把他抽死，这样就很危险了。哇 ，Vitri 还在哦，好恐怖哦。对 ，Vitri 还在，板上敢拼吗？哎呦，这跳跃，周董一直在持续走，他没有蹲下过哦。哎呀，他如果拼了 HK 可能会被拼到。对啊，这还可能选项，刚刚讲过，这一招 Abigail 没办法，因为这是一个五段的技工，对，装甲再多就只有三段而已。对，最多三段哈、哦。对，好，不过依旧是板上的赛点。是。罗德刚刚很谨慎哦，毕竟他的资源是够的，两颗气用一颗还 OK 耶。白鬼再进来，跳路，哦、不行不行，是关键的升龙。对 ，RBS 被闪光枪的，好痛好痛。再压，再跳，再跳一次。康特，哎呀，没有跳到。第二次漂亮，来了来了。没有跑到，太远了。好鬼手速很快哦，不确认，那很难。因为第一发是挡住的。哦、okay ，走路口九六。好，往后退。这边做个假动作，让他以为要发 ES 波动哦。啊，没有完成到。对，因为 Tokido 一直持续在走动。对，他的距离的掌控。是 Tokido 距离的掌控，因为好鬼的走路速度。马上尝试一次 2HK， 直接试试看能不能达到他。在走路的时候，对对对 对， 對，结果算是有点做陷阱的感觉。因为那拼命看的，反正刚刚资源很难逆转的、啊。是，比数来到了2-2。好，还是要看一下手机。好习惯哦，反正一直都有这种好习惯。好，最终盘。啊，一样开场。哦，现在尝试跳路的次数比较多了。对，投一投，一直在挑战板上的对空哦。我的跳的角度也不是你轻易擦玻璃就可以打下来的。对，白鬼。哎，啊！对对对，哦、再这边拼一个。哇，普通升龙。哇哈哈，白鬼摔。哦，投一投，得理不饶人。哎，没有擦招。其实好鬼这五人 K 布斯的改动对打 W 这个战对战组合其实没有太大的。对，因为其实因为 Abigail 还是跳不起来。Abigail 起跳要八伏哦，那个五 NK 一差多的间隔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。对，啊，反而是 Tokido 这边来到了赛点，直接走过去摔。好，连双方资源差不多。我还以为又要走去升龙，不，刚刚那个距离有点危险。危险的话就是Tokido一定会放掉，对他故意放掉。打背，哇，被换边了，这没 BS 没加到，一个 BS 这太拼了。白鬼进来，那康特，危险的板上，角落，好，这边要小心，板上的，哇、哦，拿下断刀，前面发现抽中断，所以这次用下断。板上可惜了，来了来了，因为要继续留在场上，会不会看到这个经典画面呢？感觉他有没有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。